中声义人气王谭辉智呢日就为自己首支个人单曲《多么感激》拍摄 MV， 仲揾嚟 Yancy 黄婉欣担任佢 MV 中太太一角。画面要拍出两夫妻嘅感觉，难免会有啲较温馨嘅场面。但系见到辉智好似有啲拘谨咁噃。我不嬲拘谨嘅，咁啊系啊，佢系真系，唔系呢啲系咩 green 咯，个人咪。係，你 green 啊嘛，我 green 啊嘛，我呢啲見唔到大場面啊，一見到就即刻硬曬太啦。係啦，係啊，所以就係咪因為擔心太太嗰個部分，所以特別係緊張啲咧？哎呀，即係唔關事。我其實第一次拍嘢，MV 唔同，都有少少即係要有嗰個心情，係玩嗰啲，因為呢首歌始終都要心情啲咧，即係嗰啲眼神都要。係要潮位啲啊嘛，要。我本身諗住啊，既然今次第一次拍 MV 咁啊，又有啲女主角喺度嘅時候，啊太太應該可能會嚟監場噶嘛。我叫佢嚟噶嘛。係嘛？因為太早啊。係。同埋佢都唔得閒嘅。係。係咪反而好事咧？佢唔喺度監住你，放鬆少少可以。其實冇乜分別嘅。都係緊張。都係因為都係咁啊，係。唔係，可能頭先你攬住嗰部分，你都冇攬咗落去個女主角阿 Ansi 度嘅，你係凌空嘅。你本禮貌。咁係咩？唔識啊嘛，唔係之後有噶，又點啊？新歌內容係圍繞住夫婦之間嘅故事，輝智就話都有啲似講緊佢同太太嘅生活咁啊。有啲似嘅，即係又係少見咗咧，咁又有呢種嘅感覺嘅。係，但老實講，有冇諗過揾你太太去做 MV 女主角咧？直頭其實最頭嗰陣時係我想噶。係。但係佢肯定唔制啦。唔係你冇開口問佢邀請，梗有啦，誠邀太太。有㗎，我有，我不如你拍咯。咁樣嗰陣時揾到，佢話睬我都傻。你仍為我付出牽我手臂，多少辛酸伴隨著總有你，得到歡呼掌聲，明白到只輸不起你。我才自覺望見背影。你頭先好多幕咧，即係可能要照顧太太啊，病咗咁樣。你平時咪真係咁樣嘅先？對太太嘅情況。平時啊，再無微不至啲嘅。真係得冇咁誇咯，即係嗰啲眼神咪一定冇咁誇咯。但係都即係知佢病都會知啲藥擺喺邊咁樣咯。輝智其實五月舉行演唱會前，經已錄過一次呢首歌。點知完咗演唱會之後，佢發現對歌詞有更深感受，所以再入錄音室錄過啊。其實係演唱會前一日兩日嘅啫，先有份歌詞。咁去試唱嘅，去有一次去試唱嗰時候就我同阿張家成就傾偈嘅，傾咗成個幾鐘先，其實錄嘅錄好。即係唔係錄嗰個唔係錄嚟，嗰個係試唱，同佢傾咗成個幾鐘，就係傾呢啲嘢咯，即係傾啲屋企嘢，就搞到我有啲情緒少少咁樣咯。就講佢嘅，佢又講佢 share 大家嘅故事，咁佢又講咗佢嗰個故事，咁又幾感動嘅佢嗰個。咁我嗰個就冇佢咁感動啦，但係都即係都類似嘅。咁啊開始有啲澎有啲 feel 啦，就衝入去唱啦。咁啊試咗之後 OK 嘅。跟住經歷埋演唱會，見到唱到眼淚變豬頭，再錄埋一隻歌，再感動。係啦，嗰陣時就錄嗰陣時就最有 feel 噶啦。係。